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您知道吗？台湾少子化、高龄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因为国发会预估，在2025年，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以上。到了2034年更恐怖，台湾一半以上的人口，每个人的年纪都超过了50岁，所以要打造高龄友善的城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市府的超前部署，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的老人福利科科长蔡慧珍蔡科长。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社会处，我们的妇幼及救助科代理科长吕继璇。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三位是我们基隆市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是我们老人机构的负责人哦，我们的施冠荣。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冠荣好。要对自己好呢，未来的自己好，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要对现在的老人好。我们来看市府致力打造高龄友善城市所付出的努力。为了让基隆成为高龄友善城市，我们从8个方向改善长辈的生活，分别是无碍、畅行、安居、亲老、敬老、不老、联通、康健。首先要提升整体环境品质，改善无障碍空间。我们从市中心出发，更新行人穿越线，延长行人耗制时间，取缔违规摊贩与占用骑楼，加强公共厕所清洁及无障碍厕所。此外，也推动以工代金，减少纸钱燃烧的空气污染，并发起垃圾减量活动，除了让市容焕然一新，也让长辈们能够安心出门。在畅行方面，为了让长辈们方便，持有敬老卡可以不限次数搭乘，在等车时有标示清楚的 LED 电子看板，低底盘设计的公车减少长辈行动上的不方便。此外，长者学习专车、爱心公车更提供贴心的交通服务。在安居方面，社区关怀据点、居家老人服务队主动关心长辈，除了定期拜访，还有消防志工协助长辈居家助警器安装，卫生局提供居家环境评估，为高龄长辈的居家安全提供协助。此外，防诈骗、防窃宣导也让长辈们都清楚知道。在亲老方面，带着长辈们走出家门交朋友，乐龄学习中心、长青学院、老人文康休闲车巡回服务、日托中心都有规划专属银发族的活动，长辈们唱歌跳舞，越活越年轻。在敬老的推动上，除了举办敬老活动，也与学校合作，让长辈与孩子们跨代交流。同时，为了让长辈找回健康、重拾自信，大力落实老人假牙补助政策。在工作与志愿服务方面，希望长辈们退休后也能发挥长才，除了办理志工培训，还有求职与创业讲座，协助长辈们找到事业第二春。在联通方面，为了让高龄长辈与社会保持连结，各公家单位设有免费的无线网路，在图书馆有专人协助长辈查找资料，也为长辈开办学习上网的课程，让长辈轻松掌握重要资讯。在康健方面，期望长辈们都能健健康康，办理健康促进活动、整合性健康筛检，还有预防衰弱课程，协助长辈减缓老化状况。另外，也透过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为失能长者提供到宅服务。
建立高龄友善的环境。基隆市未来将针对八大面向持续积极推动，让长者们活力十足，也能够健康的在地老化，积极建构一个高龄友善、乐活基隆的快乐城。基隆市为阿公阿嬷建立友善的环境，让你们生活的健康又快乐。环境就在这里，我们赶快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蔡科，他要带大家来看看是近年来做了哪些福利政策上的推动。啊，谢谢主持人。的确，因为现在大家因应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连我们所有的市井小民大家都深刻的感受到。那大家一直在谈高龄社会或超高龄社会，它到底有怎么多大的不一样哈？以现阶段来讲，基隆市36万多的一个人口，我们年满65岁的老人就占了66000多人，这个占比的比例已经来到18.2%。那个18.2%，依照联合国的一个定义的话，你超过14，你这个城市它就必须是称为一个高龄社会。所以基隆市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的样态，我们每6个市民就有一个是老人，那每6个就有一个是老人的一个情况底下，小军主持人刚才有提到，很快的国发会他统计，2025年不到这几年，不到4年后，对，我们的那个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就会变成20%，也就是说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长辈，年满65岁的老人，也因此呢，在所有的公共政策还有福利服务措施，你得要赶快跟上，赶快去把这个环境部件好。那刚才的那个高龄友善城市的这个影片，它把我们所有对老人友善的八大面向的措施都介绍得很清楚，但现在人因为他的一个科技跟医疗照顾的一个进步，我们的平均余命也不断在延后，所以我们基隆市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除了我们3多平地少跟外县市是不太一样的模式之外，我们基隆的老人的这个人瑞的平均的这个余命目前也是全台本岛第一高的，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人瑞，我们森北北他是113岁，所以现在每个人他期待的就是，我除了要活得老，活得老已经其实不太还是困难的一件事，但我要如何活得好，这很重要。那我们要据其他的一些面向的统计，未来的社会除了老人多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需要观测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户数在某一个年度的时候它会达到一个高峰，慢慢的户数总体户数它就会下降，那总体户数下降以后呢，它会有另外一个情况产生，就是因为大家平均余命的一个延长，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丧偶啦、未婚呐、离婚等等的一个样态，一些人生的这些冲击事件，会导致独居的样态就会增多。你看这个社会，万一他老人多的话，独居的样态又多的话，你很多的这些方案跟措施就要进来嘛。所以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目前对中央、对地方政府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哈。那基隆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自治，还有我们目前结合各方资源推动的呢，我们大概是把老人切成2块，一块是我们虽然有66000多个长辈，还不错的是每一次来到这边做推广的时候，做说明报告的时候，都会讲到我们有90%的老人家基本上都是健康的老人，我们一直希望这90%的健康老人透过像刚才影片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服务措施，可以鼓励老人家健康促进，可以鼓励老人家社会参与，把这90%的健康老人都留住在这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样态当中，让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子女可以在照顾的这个负荷上、经济压力上面会来得比较少一点。那一层的这个失能长辈，我们就结合现在中央自从106年开始推动的长照2.0的政策，来把这一层的失能长辈把它顾好就对了。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我们基隆市推出了一个高龄照顾的同心圆的一个服务模式，我们不断的在
充实我们个人服务的一个部分，包括市长在七年前他上任的时候，他主推的过往的老人假牙补助，他要掉到完全没有牙齿才可以来那个接受补助。那市长知道这个牙齿对老人很重要，就好像龋齿蛀牙对儿童很重要的议题一样，所以在老人假牙的部分，他只要上面剩三颗，下面剩三颗，他就可以分别补助上颚两万，下颚两万，总共可以获得4万块的一个补助。把牙齿做好了，老人有信心了，可以咀嚼，可以消化，促进健康，恢复信心，他就可以出来跟人家建交他的人际关系。那我们也有提供健保的自付额，还有老花眼镜的一个补助，这些我们伙同七个区公所都在做这一些补充，这是针对个人发展的部分。那针对家庭，刚才有讲到，当你家庭里面只要一个失能的长辈的话，你可能就要给予他一些很多长照2.0的居家式的服务啦，或者把他送去社区日照，甚至家庭失功能的时候，我可能要考虑把爸爸妈妈送到住宿式的机构去的话，这些都可以来摆在这个长照2.0的一个照顾里面。那当然在针对健康老人这9成的健康老人的社区照顾的部分呢，我们除了希望老人家他可以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之外，我们目前也有刚才影片看到长青学院，还有我们一个非常受老人叫好叫座的行动学院的一个中巴，还有我们的精灵欢唱列车，就是有一台卡拉 OK 车啊，因为最近受疫情的关，这几项服务都是目前社区里面健康老人最爱的一个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项目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在那希望老人从家庭走出来到社区里面的这些社会参与，是我们目前积极的在推动着。我们真的是希望说，如果他能更出来那个，因为大家所有的文献跟研究都发现，只要你愿意出来，只要你愿意去做好你的健康促进，减少你的肌少症，它一样的也会延缓你的衰弱跟失能样态。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高涵盖率，平均每两个里就有一处的关怀据点。那当然，长照2.0针对这些有家庭失能的这些对象，不要送去，不一定要考虑一口气就要马上送到那个24小时的照顾机构去。我们还有选项啊，我们有你可以到居家来做服务的，也有你可以白天送到日照中心去的。孩子们去上班回来以后，刚好爸爸妈妈也从日照中心回来了，所以都有这些社区里面，我们希望可以落实就地的在地老化的一个概念。那当然了，我们为了让老人家全是爬爬够的话，我们推的这个社福卡一直以来就是没有设点数，因为我们的期望就是说，宁可我们在这个方面上面去做充实，也不要说我们鼓励老人家社会参与，也不要把这个成本跟预算花在未来的这个医疗成本上，那会更为耗竭。所以这个大概是目前基隆市在做这个高龄照顾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模式推广以上。所以可以看到高龄照护同心圆，从个人、家庭、社区到全市，可以看到市府的努力。那当然要有一个好的未来想象，还要再加点不一样的东西，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高龄城市论坛哦。透过产官学界及民间相关学者专家的脑力激荡，在今年他们以这个在疫情下的首领自主宣言议题，带大家来看看未来不一样的银发友善世界。我们常常说人只能活一次啦，人只能活一次，所以无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要思考的议题就是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我常常讲每当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一些哲学式的问题，譬如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那当我们想到说我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也无可避免的会思考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的高龄生活应该是什么，或者应该怎么过。我们这个论坛它也许没办法提供各位现成的答案，但我希望它是一张地图。那这个地图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从这个此岸航向一个理想的一个彼岸。那我想就用这句话来跟各位共勉，那每个都是改变的种子，那希望能够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参与，能够让整个台湾的高龄社会变得更好。基隆市老年人口快速成长，到今年9月底，现行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人数总共有66,598人，已经占基隆市总人口数的18.24%。预估2023年基隆将迈入超高龄社会，比起全台提早2年。
因此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在基隆长荣桂冠酒店连续第四年举办2021基隆城市高龄论坛，邀请包括卫生福利部副司长周道君、前文化部政务次长彭俊亨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组长辛志宁等人，透过采观学界以及民间等相关学者专家的脑力激荡，探讨熟龄自主以及疫情等各项高龄化所面对的议题，希望建构基隆市成为一个友善高龄的城市。可以看到友善高龄的城市市府真的很用心，还特别规划了一个这个高龄城市论坛哦。我们现场就请到了一位来宾，他也是我们养护机构的负责人，我们的冠荣，要请冠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一场讲座中可以看到市府什么样的亮点。好，主持人小君，那么各位观众大家好，那首先我要来谈一下，就是说其实高龄论坛自2018年到现在已经迈入了第四个年度。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论坛来形容呢？而不是说类似一个类似像说整个高龄政策或者是高龄成果的发表展。那么首先要来讲，就是说论坛它是一个对话，我们透过对话沟通理解，进而去创造。所以其实在整个基隆市哦，刚刚其实小君这边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整个基本的概念来说，目前的比重呢即将在2023年会达到超高龄的社会到来。所以其实我们在思考，到底高龄者在我们这个居住山海的都市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去创造我们自己的需求。所以我在这边大概可以提到，就是说其实我第一届是报不进去的啦，还蛮有趣的，没办法一下就额满。那么接下来我2019年到2021年到现在连续参与了三届，我也从底下从学员的身份而成为了，就是说到台上去分享，等一下我会谈给大家听。所以其实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疫情爆发以来，那么整个活动，民间的活动几乎都是停摆了，所以其实必须要感谢说我们政府到民间共同努力，非常的不简单的，就是说把这场疫情给挡下来，所以才能够顺利的让我们的高龄论坛顺利的来执行。所以其实这么一年一度的民间盛事来说啊，其实我还蛮感谢我们的吴挺峰吴处长跟蔡慧珍蔡科长，乃至于我们的大家长林佑昌林市长，其实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鼓励这个活动。那我要来谈一下，就是说其实基隆在整个高龄化的过程里面来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长照工作的业者，所以我从长照工作的角度来看，那自105年长福法实施到106年，就是长照2.0政策的推动以来来说，其实整个高龄化服务的面向在质与量上面都有相当深度跟广度的成长。所以其实作为过去的我国的各个老福政策或者是身障福利政策等等来说的话，其实在这5年来都有相当大的冲击。因此作为我们长照的工作业者来说，在我参与的这几年来的论坛，我可以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大家市民或者是大众的印象之中，就是说我们就是只是单纯从事照顾服务工作而已。可是其实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到底这些高龄者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家属作为我们一般的消费者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这个论坛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它开启了我们去思考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是从一个主动式提供服务改为被动式的去寻找到底我们的高龄者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对话。这个其实从论坛里面的主题，比方说最基本的政策面，包含像这次论坛还提到所谓的法律面，也邀请了律师来谈一谈所谓的监护的问题，然后包含就是说，包含我自己，等一下也会特别琢磨一下，就是防疫的问题，乃至于就是说，也邀请了博物馆的学者来谈一下，就是说，高龄化的社会里面，你怎么去建构自己主体的艺术，乃至于心灵的关怀、绘本的导读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论坛它本身站在我这个长照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大千万项、五花八门的。它等于其实是开阔了我们作为长照工作者的眼界。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就是说，整个高龄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它就在我们身旁周遭而已，不是说今天你还18岁20岁就无法理解。也许这些高龄的生活者是你的父母亲，是你的祖父母，是你尊重的长辈哦等等的问题。所以其实需要不同领域的产官学界的对话。那么多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谈论，就是说产官学界的组合，
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透过这种平台的对话，让一般的市民或者实际在从事整个高龄工作者，或者是还准备想要踏入进来参与的人，都有一个充分的先辈知识的理解。那我今年的角色其实是比较特别，那么也是因为就是说在五月中到七月左右台湾疫情的高峰期间，其实有部分长照机构是确诊难例。那么我们基隆市其实今年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卫福部的指引到官方的政策面来说的话，当然比较都是说已经有给我们长照机构一些指引，但是仍然还是不幸的就是说有部分的机构确实难例。那我这一次比较特别的经验就是说，就是直接也参与了第一线的工作，那么也在这个论坛分享。其实论坛所谈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说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很积极或正面，当然我们其实来谈一些就是确实发生或者是民众避而不敢谈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论坛，我觉得其实处长啊还有我们的科长也还蛮大胆的，就是说其实这么一个灰色的议题，我们在论坛这样的形象谈的时候，会不会让他就是康荡掉了？可是其实要换一个角度想，我们要给社会大众一种知的权利，就是说了解整个高龄化社会之下长照机构的工作，他怎么去处理防疫，甚至于乃至于疫情爆发之后后续所有复原的工作，还有整个社区关系的重建，这个都是给社会大众必须要了解的。所以我们常讲嘛，不教而杀谓之暴，对不对？我必须要告诉我们，也有义务责任去向所有的广大市民广大的社会观众去了解，就是说其实病毒并不可怕，但是往往是人心或者是隔阂才是恐怖的。如果能够说民间跟官方充分的合作，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共同的解决之下，其实回到正常的轨道状况之下来说，民众也会需求也是有这种长照服务的需求，那么政府官方也必须要回应民众的需求。所以其实论坛里面谈这个这么特色的问题来说的话，我才开玩笑讲，就是说还好我现在活着就坐在这边。对，在那种极为敏感高峰的状况之下来说，大家都是非常感到恐惧的。但是我说一句实在话，不是说所谓的勇者无惧，而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既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状况之下来说的话，那么病毒自然而然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说，其实它就像是一般的空气这样子，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百分百的往你的身上就砸过去的。所以其实这个特别的经验让我在论坛里面分享来说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日后我们国家政策在整个修正，比如说长照机构的防疫，或者是乃至于民间给予长照机构更多的信心，是相当好的一种分享。对，刚刚有谈到，其实在这一场论坛里面，请到了博物馆的馆长来到现场，大家都会很好奇，博物馆跟这个长照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看呢？好，我来提一下哈，这个我们在哲学的观念里面来说，会探讨一种叫所谓的后现代。那后现代这个是比较学术上的讲法啦，其实我用更俗的，大家社会可以了解，就是，那么你想要什么？作为以人的自主去发生的，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有提过，就是说。这个论坛为什么叫论坛，而不是叫什么成果发表展或者是政策说明？论坛就是让你们想谈什么就大家来谈。所以其实博物馆这个议题来说的话，就我过去的经验来说，它怎么跟高龄切入？其实博物馆所存放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它可能是过去式，对不对？比方说你看到的恐龙骨头或者是历史文物。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论坛里面它放进了博物馆这一类的议题呢，是要引导让我们的高龄者在博物馆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场域里面去回想，他当时在怎么样的时空背景，他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对照现代这种彼此心境的想法跟落差。其实我觉得新老师在那个论坛里面分享的东西，或许在整个高龄谈到高龄好像似乎有点相对的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从文化从生活的观点去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议题放在里面的讨论，由高龄者自己自主，他也许他想要办展嘛，我们说一句比较实际一点的，对不对？我想要办一个过去的我那个时代的所存在的文物，或者是生活过程的模式。比方说我在1945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娱乐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服务的高龄者，他们过去也曾年轻过啊，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那些东西啊。如果他们想要办展呢，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展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场域里面达到一个，比方说是聚会，
或者是回想过去美好的回忆，在那边啄着一杯咖啡，听着黑胶唱片，这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所以其实博物馆的议题带进高龄论坛里面来说，乍看之下似乎是想得非常特别，但是我就讲高龄它其实是一个生活论坛，它是开放的，我们不能一直去想说那我们现在发展了什么长照服务，或者是被动式的，只是我们给高龄者，我们要让高龄者自己主动的来创造他们所想要的、所想要拥有的，或者是想要创造自己生活的模式。我觉得这是高龄论坛要带来一个背后相当大的核心意义。是，就是要主动创造，看准我们的银发长辈他们心灵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很感谢我们的社会处连续4年来办了这个城市高龄论坛。慧珍科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办这个论坛压力很大，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是这样子啊，因为过往啊，因为我们的四名乡亲好朋友都是在基隆市，都知道，就是说一般公部门推出来的论坛，基本上没啥的人爱来参加，也刚刚你那是教本宣科有的无的，但是因为这考虑到说我们的整个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整个社会风气啊，所有服务模式包括产业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刚才一片头的那个八大面向，要做好老人福利工作，绝对不是只有一个社会处。哦，我这不是推工作，而是说我们要健全整个社会服务方面的话，必须要跨领域、跨专业，然后跨平台的来共同把这个城市的这一些福利措施、友善老人的这一些样态把它做好。那要做好的话的一个前提之下，如果只有社会处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水池里面一直在那边绞尽脑汁说我要怎么做，我想那个都不会是完全可以满足到长辈的。那在4年前，因为我们社会处处长哈受到那个林佑昌市长的一个重用，加上他本身有非常高度的专业，他是社会学博士，所以处长就一直觉得说，如果在这样的高龄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县市政府都没有自己的一个看见，没有自己的一个思考。那他就觉得说你在推行这些福利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第一年是从基隆的样态来谈，因为很多人都会希望说啊，像邻近的日本是最老化的一个国度，他就觉得你台湾应该有很多，我们也的确很多都 copy 日本的一个照顾模式，但基隆毕竟不一样，我们是三多平地少的一个城市，海港城市，我们的长辈被劳推很习惯，中山一路那边的那些小巷我们爬得很习惯，我们学生读基隆女中读哪里只要是山区的学校那背个都习惯，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去发展基隆市的一个认识基隆，然后去懂得基隆的老人。所以我们第一年谈的主题，我们看见了基隆的人已经慢慢的老化了，刚才讲的每6个市民就一个是长辈，那再来我们也看到屋子也老了，基隆有一个调查很有趣，是我们很多自有房屋的大概占了4名朋友的80%，然后你那些买房子到现在大家持有率至少都10-20年以上，也就是当这个城市人老屋子也跟着老城市也变老的时候，它过往的老旧公寓其实不太友善于说我如果要下楼来去像刚才讲的社会参与啦、健康促进，甚至我要下来就医，我要下来接受你长照服务，我要到日照中心去，而我就在老旧公寓的4、5楼，我根本全部充满了生活上的障碍，我怎么样下了我的老旧公寓的4、5楼，搞不好就是大家口中的长照的一个服务的偏乡。所以我们探讨了第一年的这些样态以后，我们第二年就转进了说看见我们的服务需求，所以我们论坛第二年的主题就是谈比较各国的一个服务输送，在社区里面哪一种模式最贴近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样态，所以我们后来就发展出长照的送餐车队，就是贴近在我们那一坛论坛谈完以后的东西。那在去年我们谈熟龄安全，熟龄安全谈的就是说当长辈越来越多的时候，基本上长辈的口袋里面都有一定的一个深度，所以我们也担心说高龄诈骗的这个议题警察局做得非常的落实，他有复宣队，然后他也针对了独居老人的这一些住宅的安全都有这些，所以我们去年锁定的主题是熟龄安全，谈高龄诈骗，谈信托啦，还有谈独居老人的心理孤寂等等。那一直转进了到今年以后，我们在锁定议题上，我们想的过往都是我们告诉长辈说啊，你可以来申请我们什么服务，你可以来参与我们怎样的一个方案，或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但有没有人问过老人要什么，
长辈要什么，你规划了这一些都是规划好的套餐，没有佛一个是我自己想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就像你去参那个处长在论坛里面讲的很具体的啊，我们现在去参加团体旅游一样，政府的服务措施如果就像你的团体旅游一样，9点集合，然后10点到某一个点，11点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园区里面的景貌，11点我就车队拉走了。然后呢，他认为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服务措施应该有一点像就是自助旅游一样，我现在比较倾向说我需要多到关怀据点里面哦去哦参加活动，我想要到长青学院上课，我想要到社大或乐龄中心去走，应该是你政府建构了很多资源，由我以老人家为出发，我自己来选择我要的菜单是什么。这样子反过来说，我们今年主题才会锁定在首领自主的情况底下，也因此我们今年的课程里面才会觉得有一 part 就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学习自主。所以我们刚才冠农有讲到，我们请到了博物馆的新组长，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新组长来讲课，他强调的就是他们现在的博物馆也不再像大宅门一样关起来，好像去博物馆的美术馆的都很有学问，他们现在开始解放他们的服务场域，他开办了一些方案，他要走出去，对，他就是跟社区结合来做一些艺术创领的东西，因为他也知道整个市场大概结果改变，所以他的分享之后让大家开了眼界，说原来我们是可以跟社区做这样融入。那我们请了彭俊亨老师来讲，他讲的就是文化平权。过往我们只在意说参与什么服务政策的一个平权，没想到文化也谈平权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还有一 part 是请到我们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理事长，因为像基隆市的92处照顾关怀据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社区里面的里长、理事长，甚至是教会的牧师，他们纷纷跳出来把自己的场域变成照顾关怀据点以后，让老人家可以来这边走动的情况底下，所以我们今天请的那一 part 来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老人家平常你是在使用这些参与这些活动，因为你自己的个人经验养成有太丰富的学经历了，所以我们也请了一个长者，他是从学员变成老师哦，所以好，我们就请他来分享，老人其实是资产。是这个社会的资产，不要谈老就怕，那就是无知才会恐惧嘛。那大家常讲知识才是力量，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长辈来老师来跟大家做个沟通，回响很大。他那一场我们就想说，哇，怎么这么有共鸣？那最后一 part 谈的就是终究自主，因为人生毕竟走到我们整个人生发展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有些涉及你失能的。这一些监护议题啦，所以我们请到律师来谈。现在监护从过往的法定的监护宣告，走到现在他们中央在推的这个司法院法务部他们在推的监护2.0，到底怎么玩？我觉得基隆的这些伙伴有必要知道。再来就是我们也谈临终的安宁照顾的这些概念，也邀请布利基隆医院的主任来谈一下营养啊这一些。所以我觉得整个议题都锁住在以老人为出发，他要什么，而不是我们在强塞一些东西给他。那这个论坛走到现在，真的非常感谢各界的肯定，因为它确实是全台唯一，而且连续4年都由我们这样地方政府自己来办理。有两个很特别的观察的趋势，一个就是我们的报名的日期越来越短，像刚才冠农讲到说，哦，好像越来越抢不进去。我们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我们是很慢很慢才决定要恢复来办理这个论坛，所以我们几乎在九月下旬说要办，我们在10月，尤其是双十节那段期间，我们报名只受理不到1周。有3天还是双十连假，我们就马上额满了。第二个就是他报名的人，从第一年全部都是基隆的社区邻里这些组织，到我们今年办理有1/2，50个人，我都开了100个人，50个人就来自外县市。我觉得这样可以真的去达到我们当初开办论坛的这个目的，就是可以跨域、跨专业、跨平台这样的一个交流，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也蛮觉得说。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家共同来对高龄议题、高龄价值的一个来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可以看到社会处的前瞻性，因为他们跨领域、跨专业，带大家来探讨我们这个高龄社会友善
城市的一些议题。那当然，刚刚也有谈到，我们碰到疫情该怎么办呢？在新冠疫情期间，其实妇女学院、我们的妇幼福利中心，还有我们的亲子馆，还有健康老人常去的社区关怀据点、长青学院，还有日间照顾中心等，其实各项服务停摆，但是他们还是有作为哦。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旅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谢谢主持人。那我这边可能就先就在妇幼福利相关的馆舍的部分，我们的一些调整的作为跟大家就做个说明。那像我们在安乐区有妇幼福利服务中心，那现在我们基隆有六处的亲子馆。那在疫情期间，其实就是根据中央的指引嘛，那我们可能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已经休馆了。但是其实我们想到的是，疫情虽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福利服务其实不会停止，而且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这段期间其实反而是让亲子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处。那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去提供一些资源的话，其实反而是可以有机会去促进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增加他们亲子的互动。所以我们可能在妇幼中心的部分，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就会办理夏令营的活动。那以前都是采单是实体报名、实体上课的方式，那今年当然就改成了线上。那另外有调整的是说，因为我们也想到其实疫情对于家户也是有些经济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年原本是会收报名费，所以我们也改成免费的方式，而且我们主动的把那些教材寄到家户内，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利用那种 LINE 的会议室，这种线上的视讯软体，就在家中，然后借由专业老师的上课，然后可以就是很简易的接近这些资源，然后在家里跟小朋友有更多的互动。那像亲子馆的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休馆的期间，我们工作人都有维持就是正常的上班，那所以还是会提供一些电话咨询的服务。那因为我们各个亲子馆其实都原本就有我们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所以其实在入馆的亲子都非常的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资源，所以我们其实在休馆期间也会请就是我们各馆就是会拍摄一些可能制作教玩具啊，促进亲子互动啊，一些亲子律动这些互动的课程，然后把影片直接 PO 到我们的脸书上。那这个方式其实相对于可能一些视讯的方式，对于一些长者来说，他们可能是更容易接近这些影片的资源，而且影片其实也是可以方便家长在家里可以重复的使用。因为像我们一些实体课程，可能你上过一次，然后可能忘记或是什么就过了就过了，可是影片的话它可以反复的利用。那这个对于就是亲子的互动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同样的，其实刚刚讲到服务扩散的部分，我们之前可能亲子馆服务的是可能就是本市，可能跟邻近的可能双北的一些市民，但是当我们变改成线上之后，其实我们会收到可能来自台南啊、高雄的一些民众的询问，说能不能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把我们亲子馆的服务就是扩散到更多的地方。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服务的调整的方式，那让更多的亲子可以运用这样的资源。对，以上。是，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长青学院、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还有日间照顾中心，其实也做出了不一样的防疫措施。是，这一次遇到这个疫情，真的深深的影响大家的日常哈，所以我们的服务场所也全部都受到了一些状况。就尤其长辈最喜欢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啊、长青学院啊，我大概分两块啦，一块就是健康老人的部分会去的这一些地方，都已经服务中断，确定不能开，所以我们的健康老人不能吃饭，不能再来出来跟大家交流，对他们来讲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既然在服务中断的情况底下呢，很多实体的服务就会像刚才季璇讲的，我们就会转成线上的一个样式。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本来就是它的成立的目的就是关怀，那你的关怀不能中断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开始学着长辈最时尚的这个梗图的方式，我们发展的就是把每一天的关怀做成梗图。那做成梗图，我们就像每天的早安图这样子发送。那我们有自己的据点辅导员嘛，底下他自有自己中山区的群组啦、安乐区的群组。那他发送以后，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单方面这样发，可能长辈社区老人不会理我们。嗯，其实我们跟的就是跟我们想象的真的不一样，因为长辈也很踊跃，很踊跃。你今天如果发给我是早安图哦，他就给你回早安图；那你如果是发给他连连看，他就给你回应说我连到的答案是什么。还有就是你要提，因为有一些公共政策刚好可以透过这个时候去包装、去推广，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宅在家啦，或者是说有要打疫苗的时候提醒他，准备接到通知单以后就可以配合里长这边来进行。那我们那时候在推动这个梗图的关怀的时候，就已经
有想到，当整个疫情告一段落，我们要发展一本电子绘本，所以我们就把这76章，我们总共发了76章，做成一个那个电子绘本以后，我们就是刚好刚才谈到的论坛嘛，我们就觉得这是基隆市全台大概只有基隆市针对关怀据点的服务再做一个改变来上阵，所以我们才在今年的论坛也做了这个电子绘本的一个分享哈，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可以替代一个服务还不让它中断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长青学院的部分，那长青学院大概它切成两块来看，一个就是它就是结合 YouTube 上面去推行这一些社区大学的这一个数位学习课程，第二个部分它就是结合贵公司，因为基隆的乡亲都很可爱，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装设基隆电视台，你们的那个第四台就对了，所以我们就结合中嘉基隆的第三频道，然后每天有去播出基隆社区大学长青学院的课程，总共15集，所以我们的健康老人就可以跟着老师在那边做操什么的，持续维持他的健康促进。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健康对长辈来讲，有固定的规律的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旦你有运动，你就可以避免肌少症，老人就会怕肌肉流失，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运动。那针对关门的这些就是暂停服务的这个日间照顾中心，因为日间照顾中心它比较特别，它是结合长照 2.0， 也就是我一开始讲一层失能老人的那一块，每天我们把老人送去日照中心，突然你不能送进去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是日间照顾中心的照顾服务员，他就可能改以居家服务的方式到那个日照的老人家里去服务这样子哈。那也有就是有需要送餐的，我们送餐还是持续的去送。那原本在日间照顾中心的服务的这些场域呢，把它变成是居家服务的一个样态，持续去满足这些失能长辈的基本需求。那在24小时住宿式机构的这个部分呢，依照中央的规矩，它是指引非常的明确的。刚才那个我们的慈安的养护中心的负责人冠荣一直在讲，就是中央以及地方的那一些指引非常的明确。那因为在执行这一方面，比如说访客的进访很重要，因为这些外来进来的都是在机构防疫里面是视为防疫的风险，所以我们很感谢说基隆市的这些不管是老人福利机构、身心障碍机构、儿少机构，还有包括卫生局辖属的这些护理之家，为了帮家庭内的这些家人顾好他在机构的老人，哇，他们守的真的是滴水不漏，包括要送菜进来的厂商、进来维修的厂商，哦，是该要全套的一个装备，他们都有落实，就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当然这段期间也会去跟机构这边来合作，去做一些防疫查核啦，物资是不是到位啦？你该买酒精的，你需要口罩的，我们就一一就提供给这些机构们，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不能进去探访的家属哈，帮我们顾得好一点，然后让我们安心。所以在整个这个疫情的过结束之后，我们该给的就是说，我们也协助我们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啊，甚至长辈啊，透过卫生局的这一些施打疫苗的计划，我们就赶快的帮他们打。所以基隆目前的在整个机构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注射率都有80%以上的一个。所以也在这次，然后再加上说现在陆续解封了嘛，11月2号过后，我们的据点也可以开始吃饭了啊。我们在10月下旬的时候，据点还有我们的那个长青学院也都开课了，再加上现在他们24小时的住宿式机构，只要你打了2剂疫苗，也都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底下恢复探视的。所以我们希望都尽快把这个日常哈，把它恢复成那个正常一点常态的话，可以让各项运作都顺行了。是，就是顺行真的很重要，要恢复常态嘛。那当然一样，疫情如果又再次爆发的话，其实也都有安全的指引。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冠荣，其实这都有一套的措施，对不对？是的，主持人，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就是说，其实，在疫情期间，住宿型机构到底依照了卫福部的指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么我在这边跟大家还有广大的市民报告一下，就是说，其实首先我们要了解住宿式机构到底是什么样的范畴哦。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包含了一般的护理之家，或者是住宿型的团体家屋。那老人福利机构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县市会称为养护所，那么在本市来说的话，就会称为长照中心，
或者是各县市的荣誉国民之家、荣家。其实这些只要想一个观念，24小时住在里面的，我们就称它为住宿式机构。所以其实正因为它的入住期程非常的长，那么在病理学的角度跟观念里面呢，自然感染的风险就高。所以其实只要一位确诊者进去，那就一呼夜呼，乱者适应。所以为什么卫福部要定了一个很严谨的指引？那还有非常多详细的操作程序。那么我跟各位广大的市民大概报告一下，就是说住宿型机构依照这一套指引，他做了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机构到底要该怎么具体去操作？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工作人员的管理跟人力调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确定你自己机构住宿型的工作人员他的交通动线，他到底是自驾或者是搭乘交通工具。那么家里的成员其实也是一个相对要关注的重点，因为回到家里之后也会有被传染的风险。对，那么再来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要了解就是说工作人员的发烧状况，还有你的人力的分配。再来就是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其实机构要准备储备人力。那么其实这储备人力呢，不外乎就是可以向退休员工或者是员工的家人来寻求。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住民的安置跟管理。那新入住长照住宿型机构的住民，依照规定是必须要检附3天内的 PCR 报告。那么入住之后呢，还要再隔离14天。哦，这个是管制的部分。那么住民的部分来说，也要每日做好健康的那个检测，必须要测量体温啊或生命征象。外出的部分来说，只要住民有外出，都必须要做好登记，而且要加强就是说是谁接送他，接送的车辆是谁。哦，那路径是怎么样都必须要管控。那再来比较重要就是说，其实住宿机构要规划出所谓的隔离空间，因为其实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住宿机构都会有一个单独的隔离室。那单独的隔离室呢，就可以把疑似的症状在还没有送医之前要先紧急安置在那边，避免他跟其他健康的住民群聚在一起。哦，那再来就是说访客的管理，刚刚我们的科长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访客管理是依照 CDC 指示来说，在疫情期间是禁访的。那么随着现在疫情的风险逐步降低之后，其实逐步的在放宽，那么家属其实来到机构访视的状况之下来说，可以透过 PCR 的采检或者是快筛，乃至于就是说如果现在你的疫苗接种呢已经有达到了2剂以上的状况之下来说，以黄卡的部分，那么机构也可以开放放行的。那比较重要就是说，其实机构一定会有些所谓的社区活动，在机构内或者机构外，其实在疫情期间来说，依照指引，这些活动都是要分流也要降载的，尽量避免就是说非必要其实我们不往社区去互动跟移动，避免外来的社区式的感染带入机构内。那也不是说在机构里面就没有啊，所以其实机构依照指引来说，活动的期程跟时间来说，可能就要把不同寝室的长辈或者是不同活动时段的长辈做一些分流，避免就是我们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其实这个指引也有提到。那当然比较重要就是说就硬体的部分来说，就是加强机构内的清消跟环境清洁。那么常态之下来说，一般而言我们其实都会每日以1000 ppm 做调整，但是如果是有疑似感染的东西或者是病毒那一类，我们会用到5000 ppm。那么其实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说，在指引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叫防疫物资的部分，打仗要靠物资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实际参与这一次的整个那个疫情的作战里面，那个物资的消耗是很凶，所以其实指引很重要，就是至少机构一定都会存放到1个月的护目镜、N95 口罩、隔离之类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其实指引里面也会提到生活物资、食材。所以其实食材的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尽量减少叫送的次数。当然啦，其实这食材部分其实各个机构就要自己去掌控，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其实在这些上述的政策里面来说，就是指引都会提到机构要怎么应对。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长照中心真的非常的用心哦。那当然在疫情之下，我们还要再带大家来关怀一下。根据法务部6个月前针对儿少性剥削的数据统计，一块来看看。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案件统计分析，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于106年1月正式施行，除扩大儿少保护范围且加重刑责外，更与国际接轨，使我国儿童权利向前迈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儿少性剥削案件的办理情形。近五年儿少性剥削案件侦查终结9200多人中，以不起诉处分占48.9%最多，不起诉理由有97%为犯罪嫌疑不足，起诉占比从106年起逐年上升，而且在109年高于不起诉处分。依主要法条分析，起诉比率已违反第36条、第45条和第32条较高，但是第32条109年为66.7%，排名第二。不起诉处分比率则已违反第31条和第40条较高。儿少性剥削案件侦查终结有犯罪嫌疑的4000多人中，有43%另涉其他犯罪，而且以涉妨害性自主罪最多。男性另涉其他犯罪比率高于女性。接着来看有罪者刑名，有罪1500多人中，已判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者占55%最多，但是近2年占比呈下降，109年降至42%，而于6月至3年未满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则分别上升至3×3和2×5，判处刑度有加重的趋势。主要法条中，违反第32条，以于6月至3年未满及3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主；第36条以于6月至3年未满居多。另外，在有罪者的特性方面，男女比例为3.9:1，平均年龄31.6岁。主要法条的平均年龄已违反第36条最低，第31条最高。最后来看儿少性剥削且属人口贩运案件的办理情形。近五年侦查终结514人，占全部儿少性剥削案件的5.6%，起诉比率5×9%，较全部儿少性剥削案件高32.8%。有罪者已判处3年以上至5年未满最多。和全部儿少性剥削案件比较，判处刑度相对较重。可以看到，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是上网嘛。那儿少保护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很多人常常会碰到，就是哎，怎么办？那个为什么那个私密照片会被上传到网络上？其实这个案件真的好多好多都在存在。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旅客，然后跟大家呼吁一下。谢谢主持人。那其实就请摄影朋友可以记得一个口诀，就是三不一要，就是不拍摄、不留存、不散布跟要截图。不拍摄当然就是说不要因为人家怂恿你，或者你自己想要展现你自己，然后就拍摄一些私密的照片。那不留存的话，就是就算你真的拍了或者真的收到了，也不要把这些照片保留在自己或是其他人的这些通讯的设备里面。那不散布就是你收到之后不仅要删掉，你也不应该把它往外传。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要截图，就是照片删除之后相关的对话讯息应该要留存下来。那如果之后有一些案件需要的话，这边才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的一个记录。那就是其实防范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人人有责啦。那就是也是希望如果市民就发现有就是受到性剥削或是有可能受到性剥削的儿少的话，可以拨打113妇幼保护专线，那就会有专门的人来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是要记得，要碰到类似的案件，大家都要变成鸡婆一点，要记得拨113，我们就是要保护儿少。那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男女平权、男女平等的观念要从小扎根哦。一块来看看。为什么你们都不用做家事？家事不就是女人该做的吗？男主外女主内啊。家务不应该是女性的责任？
我们每天工作那么累了，以前也都是我们的妈妈在做。现在女性同样在职场上发挥所长，双薪家庭比例渐高，家务需要共同分摊。家是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所以家事大家一起来，一起推动婚姻家庭平权，并持续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分工。在亲子教育中，也别忘了教育下一代性别平等的观念哦。奶奶可以准备吃饭了。奶奶，我来帮你。哎呦，给妹妹做啦，你不够细心。奶奶，哥哥很厉害的，你就让他试试嘛。奶奶，我很会照顾人的。他一个男生怎么懂得照顾人？好了好了，吃饱了，奶奶你先休息一下。看不出来他做得比你厉害呢。现代男生也可以把照顾工作做得很好哦，以后就由我跟妹妹分工来照顾你吧。你们高兴就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照顾高龄长者，照顾高龄长者不分性别，大家一起分担，提供了长期照顾资源及连结医疗照顾服务，并整建长照卫福据点，关怀在地社区老人。是要平等，所以妇女有很多的权益要争取。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府在这个友好棉工合这个提供之下，其实有很好的规划。我们要请旅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OK，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刚刚讲到性别平等，这是一直来一直在倡议的一个议题，那这包含了很多的面向。那就像刚刚影片中有讲到，就家务分工这个概念，那其实除了这部分之外，还有其他的，就像是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一些数据啊，我就简要说明一下，可能像是暴力事件的被害人，可能女性就是女性居多，那可能在照顾者们也是女性长居多，那可能在劳动参与率的话，女性大概是45%左右，那男性大概是65%。那就是像劳参率，其实它就会影响到经济力。那经济力其实就是我们要讲到的月经贫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友好棉工集合计划的一个源头。因为其实就是月经贫穷，就代表说，其实在男女在生理的差异，就会造成我们有这个生理期这个需求。那我们会需要花，女生会一生大概需要花大概90000多块的费用去购买卫生棉这样的用品。那可能对于一些弱势的女性来说，这个经费可能她没有办法去支应，她变得需要找一些替代品，或是变得她使用时就更换时间是延长的，所以这样对于她的一些生理状况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友好棉工集合的一个计划，其实友好就是友善女子，女子就是好嘛，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先主动借由政府，就是主动提供，就是卫生棉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公共场域，像是妇幼馆、青少中心、亲子馆这些地方，就希望可以先透过这样主动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可以去认识这个议题，因为当你认识了，你才有可能去因为我们会讲到月经污名化这个问题，我们要认识才有可能去去除这个原本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去改变这一个印象。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去延续这一个，让这个计划可以永续，所以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食物银行，因为其实过去也非常感谢一些民间单位会捐赠，就是这些生理用品给我们的食物银行，那我们在就是提供给弱势的一些家户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的物资直接的送到我们的弱势家户里，所以就是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有更多的企业一些团体可以去跟我们的食物银行合作，或是有些民间团体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办公场所或是营业的地方主动提供这样的资源。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作为一个开始，然后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去了解这个议题之后，然后去尽量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性别平等的一个意识。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社会处的三位来宾哦，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打造友善、健康、银发热活的城市。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